香菜，对，生蒜，太棒了。好嘞，谢谢。你说胡辣炒，哇，进屋都坐满了。过两天那只手也废了。然而连范二刚一顿不说的话，又在居民区里发现了一个小菜馆。但是我看这家评论呢，只是到了2020年还是2021年，有2年多3年没有评论了。但是这家店还在开着，所以我要去尝一尝。就是这个地方。您好，两位吃饭，有啥好吃的？您这拿手的？我刷抖音看见过你。哦，是吗？谢谢你。不是，那你哪个拿手啊？哦，吃炒饼的多少？对。干嘛？你炒饼，你挺有信心是吗？手都炒废了。手是炒饼炒废的是吗？对。那你还能炒吗？现在？不炒了。哦，黄毛烟。一年硬养了半年了，快好了。这两天打把劲儿干点活吧，就干3天，又冻起来了，又念叨念叨，你现在这有哪个炒的好的？我都不知道。不知道自己哪个炒的好。你问我妈特色，我这就这些，我的感觉没有妈特色。没有妈，你太实在了，兄弟。哎呦，您看这边是大厦，来这吃饭都是吃的。你太实在了，兄弟。肉烧茄子能烧一个吧？行吗？拿出热情来，拿出激情来。您先弄着，我一会儿我你炒的时候我给你捧哏去。怎么的？准备炒哪个先？炒茄子。哎呦，圆茄子！你怎么着爱吃圆茄子？你们是哪里人？河南人。你这个店干了妈13年了。13年，我都来天津20年了。你今年多大？39，18都来了。你可不像39了，真的，你特别显小，我觉得。年龄上你比我大。你把胡子一刮，你看看，是不是我显得比他老？看兄弟这手，那你这一会儿准备右手点啥？一个手干什么？哎呦喂！哎，这样吧，兄弟，我心疼心疼你，我要3菜，我不要4个菜了，行吗？全程一个手炒，右手点烧。OK， 香菜，对，生蒜再给我来点生蒜，太棒了。香菜的那蒜一放啊，这小味儿就出来了。我先给它和和，搅拌一下。这个东西得拿勺吃，它这勺不灵啊，它这勺有大点的勺吗？就是方便用一点的。谢谢，盛了一个大碗大米饭，拿这个勺吃就得劲儿了啊。因为这点香菜有点浪费啊，它这个茄子炒的绝对不咸，就可以多吃菜。有点甜，微甜的那种。胡椒末去，继续一个手。孩子多大了？孩子15。啊，15了。上高一了。没在天津？在。他在天津。啊，木耳肉片儿，鸡蛋，虾菇。这一个手确实不好操作。好嘞，谢谢。弄一口醋溜木须。这鸡蛋炒着老，抹着倒是弄不少。他这个菜炒的吧，就跟这个炒菜的人一样，没有激情，没有热情。看这个人能体会得到，包括他做的事的，你也能体会得到。炒这个菜吧，我只能说是平平无奇，真的是平平无奇，谈不上什么避雷踩坑啊。这个菜，你想吧，他一个手炒，他那个手都用不了了，但是他没办法，还得坚持干。两口子，孩子上高中，说白了，正是花钱最费的时候，弄这么个小饭馆，而且我看菜都不贵，反正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这确实没亮点。又弄了一个辣子鸡丁啊，绿色，来勺鸡丁吧，看看这嘛意思。菜就是淡，而且每个菜都没有一个突出的味道，真吃不出激情来。不过我依旧炫了一碗米饭，你能再给我盛半碗米饭吗？盛半碗行吗？给我盛了多半碗，拿这茄子啊，下这半碗饭，下这多半碗饭。我还一边吃一边在想，就说他现在这个状态，人多了吧，我感觉他没有这个承载力；人少了吧，也不挣钱，因为他卖的可能也不贵，好像，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很尴尬。很矛盾，你说胡辣炒，哇，进屋都坐满了。过两天那只手也废了，这就是生活所迫。想想的话，其实我们都一样，谁不是坚持在干？多少钱？66块钱，3个菜啊，别逗了啊！米饭还翻完了，反正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也吃了一碗半米饭，这个价就不能再要自行车了。今日消费66。